有两种形式，一种的话呢是坐在船上，然后在平静的水域里面拔河，这个比较好运作，用既有的场地，然后从事一些以前比较少体验的活动，增加趣味性，然后让大家觉得运动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这样如何？赞！没有放水，真的很想赢，非常想赢。就每次一再往前滑的时候，觉得船怎么一直在往后退，觉得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体验。他这样子推的话，这个上背的话都要很大的力气、啊。很好玩，很好玩。